身耶。对，要男生。
爬六十个阶梯上来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。我也跟我打个招呼吧，耶！哇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哈！要过独木桥。好了，我们下江堰道了哦。我们往前走，下江就到了。好。棒，好棒！已经到了，已经看到瀑布了。好，我们下来就到了。好，这边下降就到了哦。等下这个坡比较陡一点，要稍微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们预计这边停留20分钟哈。最晚2点5分离开这里。好，下去好好的深呼吸，面对瀑布深呼吸，然后鞋子脱下来泡泡冷泉。这边的坡度比较大哈，我们最晚3点5分要离开，2点5分要离开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下去碰碰水，然后面对瀑布深呼吸。可以靠右上去。那个绳子尽量不要搬，他会把石头搬下来，危险，上面有石头会掉。尽量不要搬绳子，上面那个石头会被它拨下来。石头会掉下来。很多人被那个石头给推到很惨。对，绳子尽量不要搬，因为上面的石头会掉。尽量不要搬，危险。泡泡整全。好，下来把鞋子脱掉，去碰一下冷泉。
然后面对瀑布深呼吸，这边是网红网美拍照的景点。好了，全到了。OK。好呀，很漂亮哦。哇，这个好凉快哦！超级凉快。哇，漂亮！ Okay, 好。漂亮哦，很美哦。再来一个，来跟我，耶、yeah, ，好。
们在那个蝙蝠那个图层那边等就好了。好，我带你。哇，这个。见到光明，哇，见光 ，OK， 好。晒晒太阳，维他命 D 多了一点，钙质就会很强。拜拜。